3个小时多。终于来到安顺的录音站斜塔啦，今天就是遇到塞车出来玩的，因为是 long weekend， 我怎么这样多 police 的，然后我后面很多 police。有是有斜的，因为我跟着我的 camera 的 line， 它是斜的。去完了斜塔，我们来这边3分钟附近的这一家叫做 Classic Kopitiam， 是我们的午餐。Let's go。juice 根本都不像 orange juice， 好像 syrup 这样子。哈？哦 ，carrot juice，sorry。讲错了，是 carrot juice。Classic coffee 店的东西，瘦瘦而已，不好吃。它的 carrot juice 不像 carrot juice， 然后 ice latte 不像 ice latte， 哈哈。哎呦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哦。5:12了，我们还在雪地啊，还没有去到岛啊，去到岛已经太阳下山了啊，所以不要再把冰火里的出来翻过玩，真的是好多人啊，船终于走了，过了7.8个小时。从早上9点出门，到现在已经是5:30了。我们终于坐上了去普劳板国的这个船，去到那边应该是可以直接吃晚餐了。很猛的太阳，这个帽子是刚刚那一边雪地买的，很可爱。然后里面还可以反过来，里面是黑色的。我到普劳板国啦。到了！哇，这班车的 driver 是 Pewy， Fast and Furious 一整个车。我们终于到阿伦 Retreat 了，这个新的这个 homestay。开箱我们的房间，你看它的锁匙也很美。哎，这样子就可以了。2 hours later. 哒哒！哦，很小间了哎。是猫啊，怎么你可以上来了 ？What is that？ 喵，郭采阳，喵喵，喵，郭采阳，郭采阳，哎呦，它真的是采阳哦！我们今天在普劳邦国住的这一个 day 就是叫做阿伦 Retreat， 这个是8月才开的，所以它的 everything 很新。然后你们看哦，我们的房间其实这一个是叫做Ocean View。Ocean View 的话，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窗口会面对海边。我们的房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窗口的，然后这边有一个balcony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蛮适合在外面喝茶、吹水、喝酒啊这样子。然后这边的环境都很好。可是这边价钱不便宜，然后它的这一个 stay 都是 container 的这个 concept， 然后住的人数也不会太多，所以我觉得是蛮适合来这一边去 enjoy 一下的。因为老实说，普劳邦国的很多 homestay 或者是 hotel 已经是很旧了，然后不然就是你们要去租那种 homestay， 就是
是那一种大大件 double story 的那一种，然后如果想要特别一点的，可以来考虑这个阿伦 retreat。的巴什马拉姆，这边的土地只有光线不好，因为它没有阳光哦。来海边那里可以不喝酒，只是卖巧克力，它没有用。我们的 van 来了 ，Let's go。Morning， 我们要走去 cafeteria 那边吃我们的早餐。简简单单的早餐，而且 very limited。他得拿完了就没有了。哎，阿哥带我们去走吧。对面这里岛叫普浪江，可以走路过去的。走路过去，一年一次在活人新年，它退潮，海上退潮退得很干。啊，游客走过去三四个小时，当场他们就走回来。只有中间那条链可以走过了，旁边不可以走的。它一条小小条的。前面没有啊，整条大大条的，可以看到沙路的。哇，华人新年的时候。华人新年初一的时候，这几天会退得很干。这边的海比较美哦，这里在海边，它的沙又白又幼，而且那海比较清澈哦。哇，这边的沙真的很幼哎，你们看，这是邦国最美的沙滩。我们来到这个临池宫，两个听我们在这边15到20分钟。叫格罗达拉马来渔村，马来人住的地方。这边有印度村的吗？有印度村，另外一边。哦。曼谷岛的人口将近有20000人。哦，有20000人。啊，印度人占了10%。哦。马来人40%，华人50%。哦，华人多。华人每次大选都是 lock in 在这里。哦。这是日出。啊，日出这里太阳这里升起来。华人的庙呀。这个是焚化炉，人吃哦，来这里天天都吃面，不是面。是我见识少。啊，这里前面是一个造船厂，一只船大概4到5个月造好。哦，那呢？去深海的这些渔船大手的。哦。啊，一只船可以坐30多个人，去深海一个礼拜回来那种。抓深海的鱼，一只船大概要500万现钱。哇！啊，全部华人大老板来的，现钱，银行没有得贷款。哇！吓人！啊，他的柴很贵，叫真爱甘柚，最贵的柴来的。啊，提烂了。现在到了三倍场。啊。去买那种包装的啦，等下江姨找带你去另外一边买。我们来到了卖多东的地方，
冻沙爹啊，不沙爹，沙爹，沙爹，沙冻沙爹的皮浪式早餐。翻过岛的那个道地美食有什么？有啊。你要吃那个楼架红豆冰沙梨水啊，前面有一间的是华人的清真寺哦，华人的清真寺啊，对，不一样的，很大钱跳，不同意啊，华人的清真寺啊，这个路这样美了，这个路是在以前前五年前大选之前弄的啊，现在要大选了，你要什么政府会批给你的。如果要喝野水红豆冰，去我妹妹那店那边。哦，你妹妹店那边啊？尾那边，看到吗？妹妹有空啊。啊，哎，你干嘛？没有啊。没有啊。那个尾尾那边。那迷你万里长城啊，这个，这个是迷你万里长城。拜拜，这个福林宫是吗？哎，不是，它叫什么？它叫什么宫？什么月宫啊？我不懂它叫什么宫哦。耶，这边是有几个 shooting shot， 可是很塞。嗯，然后有一个 mini 万里长城，然后可以拜拜一下，然后在那个档口可以吃一点红豆冰啊、拉萨啊、ice cream 啊这一些，基本上走走拍拍可以15到半个小时。我们要去下一站了。现在我们去那个荷兰古堡。哦。那边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个去过很多次了。可能是我们昨天下船那边。嗯，对啊。他不管鲁木来还是马尼拉来，都是这边停啊，是。对对对，现在只剩下一个码头。以前有两个码头。哦。现在陈鸟免税岛只用一个码头而已。哦。这个是医院的诊所，看大肚婆 baby 的小孩子。A few moments later， 很快一下哦，公里啊，很快一下，20公里左右，很小吧？哦，对，还小过冰岭，还小过兰高地。哦，这个石头有生命，叫巴杜伯苏勒。哦，海上清真寺已经有6年了。没有，因为什么？翻过的这个飞车是粉红色啊。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下片之前已经是粉红色了，所以你回答不到我。对，现在带你去买新鲜的江鱼仔，新鲜的，你看到吗？他们晒江鱼仔，哪里？那哇、啊，你们看到的哇，好像沙这样子，新鲜的啊，自己有渔船，自己抓的江鱼仔啊，你遇到啊，好彩我带你这里买新鲜的江鱼仔，哇，我嗅到的味道了，啊、这江鱼仔的味道。我感觉我在喝江鱼仔汤哎。OK， 就在这里，下去买。好。啊。OK。有味道。好香啊。啊，你要什么江鱼仔？跟这个老板讲。他在把一干比利分类。那他就把这些头拿掉，手感很重要。对，用传统方法把个头弄出来。哇，很快的。在你们一捞上来，然后你们就直接晒干，哦，要煮一轮先。先煮熟了，煮熟了才拿回来晒。哦，这样一捞上来到这样子干了，要多少天的时间？看大致小事和天气哦。哦，天气够干啊，够热哦。嗯，我这样子一样，天气30多度啊，一天就干。哦。如果再大致一点，要1天多。哦。这里是他们晒。像鱼仔的地方，刚那个老板讲，只要一天气不好就要快点收回来，不然那个雨水会影响他们的那个品质。Much much later。咖啡好累，很多人啊，10点来都没有位，被满满。
想要真心分享一下这个面膜。这面膜是我在 Watsons 买的，其实我是在 Facebook 找就是 Watsons 最好卖或者是推荐的面膜，然后时就看到 Facebook 有一个 post 他推荐这个，就是我的心机 My Skin Mink，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功效的 like pore minimizing 啊， brightening 啊， repairing 啊之类的。然后这个面膜我用到很好，是因为它的那个里面的水分很够，然后它敷上去哦很服帖，然后重点是哦，我这样子敷了过后，每次它里面剩很多很多水，有多少水你们看我怎样倒就知道了。哦，刚好那个水是冲出来的，然后你看我刚刚已经倒了很多在中间这一边，然后还可以这边再倒很多，然后里面还有这边的脸还可以再倒。嗯，太多水了。尤其是化妆前我就会敷这一个面膜，因为敷好过后哦，我在上妆的话就会皮肤的那些妆容就会很服帖，